是卡卡，我现在在一家叫做国境之南的民宿，这边是位于垦丁的鹅銮鼻，我也不知道，应该是鹅銮鼻吧。然后非常漂亮，它的建筑全部都是白色的，就非常希腊。虽然我也不知道希腊的建筑是不是白的，可是应该就是很希腊吧。反正就是很漂亮，大家有机会可以来，就是垦丁的国境之南哦，拜拜。